NBA 赛季结束后，各位赌友的关注点肯定就转移到了 NBA 选秀和球员转会市场上。事实上，这几天已经开始有波动，现在就跟着赌妹一起通过 NBA 朋友圈来看看发生了什么。如果说昨天乔治的示爱就像是女神答应了拍拍拖，那今天绝对就是定好日子准备领证啊。对于湖蜜来说，今天应该是这个夏天最幸福的一天。在这个抱团盛行的时代，乔治居然逆风而行，为了情怀一心回家，把小毒妹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这个时候就得看看魔术师怎么操作了，看看能守住乔治的心多久。魔术师，你可千万别辜负了女神啊。没想到吧，狐狸们，这几年怎么求人都没有人来，现在乔治居然主动来投，还是铁了心的那种。再等等吧，至多一年，你们就可以大声呐喊，谁人曼巴风骨，落成乔治将军。95.27%懂球的人都在看篮球有毒。